长夜将至。天黑请闭眼，狼人请行动。不能到上八号牌，到八号必为狼必输。我来跳女巫过空刀，妈的，我非打出我的水平。空刀过空刀，我来跳女巫。三四上 PK， 三号给我打倒钩，七号跟我走。我就说刀口在二号牌赌一把吧，希望二号牌不是女巫牌。算了，给张五号牌吧。哎，哎，不是，别刀人的空刀啊！天亮了。等待玩家发动技能。请发表遗言。三条杀，三条杀。三号你自爆吧。好吧，我乱说的，我是一张名牌。我是一张名牌。四号玩家请发言。不是预言家，等预言家出来再对。这把希望不要出现什么稀奇古怪的事情。三号玩家请发言。三号玩家好人牌。好吗？就这个位置预言家跳。好吧。那个四号玩家划水，我点评不了啊。好吧，那这个位置刀口位在五，那起跳位是三二三四，对吧？你二号玩家进我坑位，四号玩家没动作，四号玩家没动作，但是不能完全防，四号玩家认班长好呀，对不对？还是四号玩家是要滑过去的一张狼，对吧？不知道，闭眼视角，过好人牌。二号玩家请发言。二号玩家发言啊，很快报完名走。二号底牌长好啊，让踩一三吧，我是预言家，拿不成预言家牌，好吧？五号倒牌到二号发言这儿了。那都不用说了，左二右一，不做 BB 好吧？下一个过二号拿不起原价啊，过麦啊，好人牌一张。一号玩家请发言。好，你二号在这个位置都没跳，我感觉不一定是左二右一。你二三四，两匹狼的话，大概率往一发杀吧，对吧？我连杀还最多开一个，那我觉得有可能。是左一右二的，对不对？刀口在这张五，圆桌游戏对吧？上这位四张牌，下这位四张牌，所以说不一定是左二右一啊。这张六号牌我也不是放他啊，我只是说，他跟那个七八九是在一块的，对吧？我觉得是六七八九是归票位那几张牌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这里的话，我觉得，右边要开大问题，然后你后置位七八九，指定得有冤家跳了吧，对吧？那就是冤家的局呗，别的也没了。二三四不跳的情况下，这没法盘呢。我也不知道怎么盘，就轻踩一下得了，对吧？我感觉二三四最多开一匪，在我的视野里。如果说开两匪，我必定接到一张杀牌，好吧？最次接到一张金水牌，最次的，好吧？所以说六七八九就表演吧啊，过了没别的了。好人全上票，别弃票啊！狼人再三票。九号玩家请。九玉七金，九玉七金啊！七号牌是我的好友牌，以上带你能力的牌。上把把我忽悠忽悠把我忽悠死，这张牌我靠，摸一下他结果是金水牌啊。八号进我狼坑，但是不踩死上八号牌，为什么？现在这个刀口在五号牌，我不知道是不是四六假装找五号牌啊。你三四黄金刀口不倒牌，你三四难道不铲狼吗？反正我的视角里九人场，三四不倒牌刀别的牌，三四必须是至少有一匹狼啊。如果说三四双网情况下，肯定刀三或者刀四，我那狼人啊，但凡就是三四双好情况下必刀三或者刀四，好吗？
我说我啊，但凡这把我是绿岩加跳金水，不踩死上八环，因为可能是七八九三连好，对不对？但是你到五的意义何在？你们一二三四都不跳的吗？啊，三四两个怂狼牌不清楚啊？你这样吧，你八号牌最好你这票跟我走啊。如果说这把我单边玉做成，三四给我上 PK， 所有人都给我上票，七票吃毒啊，点自己庄里人吃毒，上一千票吃毒，就是三四上 PK。如果说后面这个八号六号给我对跳啊，那就是我跟他的局，好吗？所有人给我上票啊。因为狼人自带三票的，我就说了，如果说那个六号牌跟我对跳，你八号牌我这张票想要啊，因为狼人自带三票，我没有踩死你的八号牌，虽然在狼坑位，好吗？就这样吧，大胆跳，大胆跳啊！不跳的话，只能三四上 PK 了。八号玩家请发言。八号这边底牌一张好啊，四张玉啊，四张玉的话就，但是我也没搞懂，八号这张五号牌，一二三四都不起跳，为什么呀？我觉得你三四是要能的两张牌，不然我能看懂啊？怂狼局吗？还是说这张六或者这张七号牌要跳？不知道好吧？那你九号牌，目前你九号牌现在是单边，让你多黑跳不跳？如果六七不跳，你就要单边玉多十，那四 RBK。如果六七其中有一个跳，那就是预言家的局，好吧？八号这边底牌一张好啊，那大概率是右边开三号的格局啊，对不对？刀张五号牌，那大概归票位要开问题了呀，吧？八号这边底牌一张好，是那张玉。七号玩家请发言。九查杀，给我全票出九，七号全场唯一真玉，对不对啊？敢给后置位三张牌还甩金水？那前面划过两张狼牌，一二三四里面开双匪，对不对？那就是三分之一薄力度，好吧？全票给我打飞这张九号牌，七号预言家摸的张九号牌查杀牌，那八号牌应该是张好狼牌，对不对啊？否则他不敢薄力度的，对不对？但凡后面有他的狼匪配，绝对是甩杀，不会甩金的，好吧？全票出这张九号牌，然后晚上我会在前置位一二三四里边开摸，对不对？因为一二三四里边是。长夜已至，请发表遗言。点背呀、啊发预言家头上了。哎呀，服了，上把嘛七号高我，这把又来高我，烦死！我下次换个座位，六号牌跟我换座位下盘啊。天黑，请闭眼。天亮了，到六没人救，六是预言家，操，笑死！等待玩家发动技能，四号玩家请发言。我不信这个七号预言家，我觉得六号是那个真玉，这七九在打倒钩打板子，真的。九号起身聊的是什么？给七号发张金水牌，然后不去点八，然后直接点六，说六如果跟他对跳的话，要八跟他的票，他要打七八九三号，然后这样格局是一左这边是开三狼，六是一头定狼，然后一二三四开两头怂狼，啊。你如果认为我三四就是没有起跳能力，还是发言没你好，那是不是高估自己了？然后七号反水了，九号自爆了，晚上到的是六号牌，女巫也没救。这个格局是不是有点搞笑了？对不对？我是这样认为的，我认为七九在打板子，这六号应该是那个预言家，你们自己聊吧。
三号玩家，星期报条件在盘内的刀口不在，刀口在这个没发言的这个六号盘，对吗？有可能说七九为两个，为什么七这个位置？就是他九号玩家，对吧？停顿了很多秒才去自那个爆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呢，你首先我七号玩家爆完查验，对吗？如果七，但是还有一种逻辑，七九，七是那个单预言家，六张好人牌，但凡七九双狼格局，他不会遭这个六，知道吗？因为这个九号玩家已经把这个七号玩家的预面拉得很低了，知道吗？所以说不管怎么样，先把七号玩家查验清到四号玩家这个位置。那听你后者发言吧，七号玩家爆查验啊，好吧。二号玩家请发言。我不认为四号说的啊，点啊，因为九爆了七号的金水，对吧？然后博就如七号所说的，博八号绿，要是七九双狼了，九号不用博八号绿，博什么八号绿度啊，对吧？正常的位置，九号给七号发金水，那不把八号打在土里面吗？对吧？他博八号绿度，那点在哪儿啊？我搞不懂，好吧？说六号是预言家，我不赞同，好吧？哎呀，我只是个人看法，好吧？我感觉七九做不成双狼，那七九做成双狼，那八号就是贴好人，那你说五六没死了？五号第一也吃刀，六号第二也吃刀，那你说一二三四出四匹狼，出三匹狼，对不对？不成立啊！所以说七八九不是七九，我感觉构不成双狼。再说了，九号自爆一点说，哎，踩到钢板上了，我感觉这不是说随随便便都能说出来的，我感觉是这样，好吧？我感觉七九做不成双狼，做成双狼我认了，好吧？这么聊，第一，我还是想不可能六号预言家，因为七九做不成双狼的格局，我不认同四号说的，好吧？过了啊。一号玩家请发言，玩家请发言，就是昨天那一轮的发言，我。好，我要是大号牌我就往一水杀，轮不到这张九号牌去跳。而且就是主要是什么呢，昨天刀口不是在六号吗？不知道他是不是自刀啊，就是他这个位置，对吧？七号跳玉的情况下，九号他自爆了，坐实七号预言家的身份的情况下，六号极有可能是贵票被匹狼，女巫可能是没救，好吧？可能女巫是想把这个药留到这个七号牌，然后那个狼人可能也知道。就是刀七就会救，刀别人也许不会救，也许六号牌是个好走的，也许是个偏要走的。但是我觉得这个七九够，我也觉得七九不太能构成双狼。那你四号牌上来就直接把这一点说出来，那你是不是晚上就已经想好的板子呢？那如果说左侧开狼的话，我怀疑一下你这张四号牌，好吧，就怀疑一下，也没有依据啊。就是说因为你想到了这一点，也不是说没有这种可能，我觉得，但是这个就今天这局感觉不太像。八号牌应该是个好吧，感觉应该是个好吧，然后还是听七号牌爆茶叶，好吧。哎，现在了没有狼自爆，场上会不会就剩一匹狼呢？我希望场上就剩一号定狼牌偏要走的，我希望是这样，好吧。过了，看你七号爆茶叶爆的怎么样吧，啊，过了过了。八号玩家请发言。八号这边底牌。六号玩家倒了，我觉得这张九号牌自爆是在这张六号牌没有发言之前倒的，然后第二天这张六号牌就倒了，也没救。到这张六号牌是不是好吧？我对七号这个身份有点，我真的，但是我觉得打板子的话好像也没掉，哦不对，我真的很怀疑七九是打板子。不然要想怎么这张六匪夷所思啊，我觉得
你需要报查验吧？你需要，要是报的不好就走你，对不对？七号玩家请发言。三金水，为什么摸张三号牌？刀口在这张五，起跳位三四，对不对？我觉得上四号牌一开始认为第一天啊，认为张四号牌不可能直接刀张五号牌起跳，对吧？所以摸张三号牌，张金水牌，但是没摸到杀，对吧？一号牌我能认的，好吧？八号牌的话，我也，八号牌的有可能是张狼牌，因为九号起跳了，对不对？但是我现在是要找张四号牌拿 PK。为什么张四号牌撩爆的点在哪里？他说张九号牌直接跳过这张八号牌对话张六号牌，你六号牌跟我对跳预言家就是六九的局，对不对？那张四号牌不是那个撩爆了吗？九号牌是有视野的一张牌，他为什么跳过七八两张牌对话张六号牌？那只能六九形成匪配，对不对？不可能是那个六七七九形成匪配了，对不对？那、啊。对不对？刀张六号牌为什么就是乌我张七，对不对？我没有队友啊，好吧。所以说张四号牌拿这个点，九号牌对话这张六，他为什么不搏张八号牌是预言家呢？那你要说那个七九是双狼的话，为什么九不给八发查杀呢？给我发一张金，对不对啊？所以说四号牌这一个点是撩爆的，他直接九号牌对话六，那只能是六九双狼，对不对？我拉四上。开始放逐投票。等待玩家发动技能。请发表遗言。七号牌把六九打成狼队友，那是狼队友吗？你在搞笑吗？现在重新给你排满，我为什么要去觉得他们七九在打板子啊？五号倒牌一二三四都没跳，九号起跳给七发了一张金水牌，然后聊的是什么东西呢？啊，他说啊要看八号发言，八号如果啊不跟他对跳的话，他就是他其实没怎么聊这个八号牌，他主要就聊这个六号牌，知道吧？他聊的是六号牌，如果跟他起跳的话，他需要八号牌的票。他说七八九要当三号打，那开左这位三狼，左这位三狼六号那边给他定一个狼坑，一二三四定两个狼坑。倒牌五号双狼不起跳，搞笑呢啊？觉得是我们是没聊天能力，还是没有这个胆量去跳，是不是太高估自己了？对不对？就他这个聊天发言，就六号起跳预言家正常聊天，完全可以直接把他打下去的，对不对？这个七号反水了，然后九号自爆了，六号是从始至终没有发出遗言的，知道吧？八号没有起跳。到那个七号位置，他如果七九打板子，他肯定知道六号就是个真玉。那为啥？那为啥要？你肯定要给自己做一个最高十分啊！连这个都聊不出来，那你聊啥了嘛？对不对？我最起码敢聊这个点，你们不敢聊呀，对不对？天黑，请闭眼。你的谁是名呀？三一号牌像张名牌。一号牌是张神。刀八，八是那枪牌，开枪打我的。天亮了。等待玩家发动技能。等待玩家发动技能。三号玩家请发言。
一二牌身份，好吗？我双平民，七号玩家一定是狼，他打不了六十个狼，六十个狼他玩子的话，九号玩家自爆了。那在女巫的视角里，那么九号玩家大概率95%是让预言家牌，知道吗？这个位置要肯定是留给预言家，万一个死人他都会救的，所以六号玩家不能是张四刀狼牌。亚里面交身份，我真金水是真金水，好吧，我双平民牌亚交身份，好吧，过了。一二，但凡有人拍名，就我跟这个另拍名的上 PK 台，懂吗？嗯，谈不了六十个匪啊，六十个匪，他这个位置知道干啥？九那个位置自爆，七号玩家95%是让预言家牌。嗯，好好想想啊。要拍身份，我是个平民。二号玩家请发言。请发言。平民那就一匹狼了呗，我看想啊。嗯，要是女巫不在场，游戏就该结束了，对不对啊？三号、一号，对吧？我是平民，三号你也报平民。那一号假如是狼，我上了个匪票，我上到了七号那张票。对，一二七上了四号那一票。对吧，四号是可以走了吧。现在说女巫不在场，预言家不在场，枪不在场。假如你是平民，二号你是三号你是平民，我是平民，那一号就是狼，这个逻辑对吧？你给我拍明明咱俩 PK。 想想就要给三号发的金水。女巫啊，一号是女巫吧，要不是女巫游戏早结束了，对不对啊？一号负三，一号你要是狼游戏都结束了，因为我二三都是平民，这个道理你懂吗？所以说女巫在场，那就一号女巫，我不是女巫，直接初三游戏结束过。一号玩家请发言。一号玩家请发言。人牌二号牌忘了场上还有裂了吗？女巫八号牌呗，对吧？把气给泼了。哎呀，其实我也迷糊了，其实因为怎么说呢，六不要，就是都可能是有匪面的，这张六号是偏要的，所以我盘到了这一点呢，我就觉得七号玉面是有的，因为毕竟九号牌自爆了嘛，虽然说有可能是七九打板子，对不对？那我昨天应该是站错边了，就挺尴尬的。出这张二号牌吧，三号牌如果是狼的话，他不会点到这张七号牌的，那钩子打这么深，七号牌都那么说了，对不对？出四了，那怎么也得去给四上一票啊，我想出这张二号牌，那就出二吧，过了。一号枪牌啊，出二吧。开始放逐投票。恐惧、猜忌、懦弱，不堪一击，就很难过。我咋知道？我先说五号牌，五号牌不是我刀你的，他俩刀你的啊！这锅我不背。一号给你三号发金水了，你怎么一号我都聊得那么干净，要是没有神牌了，直接就结束了，为什么不给我发金水？树上谁的朋友？为啥给三号发金水？有可能三号是卖出的强牌，金水就是为了拉。输张下来吧。听不出来吗？一号。哎呀，好难过呀！就最后一轮。给队友发金水什么收益呀？发金水肯定是要拉票的。我哪知道是你？我以为你是女巫把七号毒死了嘞。我哪知道你俩谁是女巫？准备吧。我没试过。